Daddy Sunny. Rolight 패드는 포기하지 않아. 이 지리얼의 정신이지. 완도자. 喜欢玩多的。 他这么远的距离，大概是预判会走位的。哎，这把下路还是想以发为主，不是很想打架呀，不好打。 哎，还是不该搞他的。我说实话，我这波有点突骗。对，我说实话，我这波有点突骗。我对面交两个技能，对面辅助没闪 ，AD 没提炮。啊，这个线现在是很开心的一个线。刷吧，刷吧，刷一会儿。 被抓了，能走吗？好的，感觉有点不妙，就这样。 跳出来揍你的呀！这怎么会在那个位置站的呀？那位置站肯定跳出来揍你的呀！得，两个人都没闪了，等会谁避开谁就倒了。卡莎是有闪的，卡莎很好跟的。 不是，为什么？你不是你不长记性的吗？你上一波被这样被打惨，你这波又去把自己杀了，这个不长记性的吗？不是吃一堑长一智吗？上波闪现没了，这波命没了，在干嘛？没看懂啊，哥哥，对啊，真把自己杀了呀！ 烂掉了，只能说有点烂掉了。这样子给对面杀，我有点招不住了。这样子玩是真招不住，想发育都招不住这样。 闪了呀，这个人！我是不想打，我是想发育。
先选出来就很难受，这先选出来。等上路是一名，只能等上路是一名。那上路好像打不过这英雄，这英雄好像 也是赖着英雄。四破大招，大招四破打出来的还这么难打，到后面会好打一点。好消息，他们看到送了。我操，一波回来了，全都回来了，就这一波。全都回来了，烂掉了。没事，他推的应该这波断不了。严重，那他要回的。跑，跑路一下。이구역최고는나야악의무리에맞서싸운다고간판이라해멋진일은내가돌아오면하자고전부다구닥다리지만선심써서하나쯤사주지자다시아롱타워여기서3시간
辅助出的这个，然后还没升六级，辅助要六级，很关键呀、啊，这个六级。妈的，好巧，没怂啊！我操，怂一点就不对劲了，如果要怂一点，好像就出问题。上单很难受啊，上单这样连着两波都没赚东西，我赚的东西上单没赚啊，我要稳一点，不然上单烂掉了。哎，好久稳。那就中路放那个先，女人。적을처치했습니다곧포탑방패널을사라집니다뭐야칸샤로스타트야학살중입니다이미배우면방법적으로발굴가능합니다감탄이라해그야만미피어야오바재능이있으면운따윈필요없어哎，转了一点，哎，他还掉了，哎，还没有。别来了，走吧。我去中就好了，这个塔，这个下塔不要了。下塔已经没了，就当这个下塔爆了就行了。他全是人，要不要？五 A Q A。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잠깐다른생각한것뿐이라고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내가
미쳐 날뛰고 있습니다. 전쟁을 다시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 算他感觉又毛都没捞到算他哦，桑娜是捞到的，桑娜这波没死。对，桑娜是捞到了东西的，捞到了一条命。哎靠！哇，这下木刃，我那个 A 以为 A 是他的，还有点危险。这位怎么救了？这位怎么救了？你也把自己也搭进去了。哎呦，还好。对啊，他还是把自己搭进去了。怎么会去救那个位置的呀？不可能呀，那个这个救不了。포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 학살 중입니다 포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 영적자유를 선사하는 발굴이라고这波肯定是辅助的问题，辅助自己想辅助想杀自己，别管他，他想把自己杀了。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주변환경을잘파악하라고开大龙保上单，对，开大龙也是保上单的一种方式，是吧？就他们选择去，还是选择去抓两个人去抓创单，已经算救到他们了。保已经保了，其实因为有三个人过来没去搞创单，两个人在搞剑的。예측할 순 없어. 그래.
그래서 그때 그때 즉흥적으로 하는 거지. 처음부터 규칙을 모르면 거길 수도 없잖아. 잘 닦인 길은 지루하니까. 有闪的，这波可能会被塞。 电击处理的好，电击把瑞尔给晕了。 角度太好了，他瑞尔忍不住了。这个地方他能大三个人，200多点伤害，一他一下300点，我又是用双击，我这么喜欢这种双击技能。 他 TP 绕后路，一口直接反开。